哪里呀？这里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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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
哎呀，怎么那么多钱呢？哎呀，结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帮你捡。谢谢你美女啊。这是你的钱吧？是啊，刚刚不注意，哦、这样吧、啊。掉了这么多啊？啊。好，那我帮你捡。谢谢你啊，美女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举手之劳而已嘛。哎，给人小老李啊。不用了。哎呀，哪有？你是那个小光头东阳啊？你认识我，我怎么不认识你啊？哎，久仰大名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一直以来都很仰慕你的。过奖了，没见过你真人，今天一见了我，好强壮啊！就这样吧啊！啊，真的，快点找老李啊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忙啊！没想到你人长得那么漂亮，还那么善良啊！你太多了，不用了吧？这是你的钱，你就拿着吧。哎，拿着吧，随你去喝奶茶。给我喝奶茶是啊，那行吧。哎呀，你真是大方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回家。回家呀？是啊。哎呀，感觉好热，热不热？热肯定热啊！是啊，这个天气太热了啊。这回这样吧，既然遇到了，就是缘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能不能跟我去那边聊几句啊？聊天啊，是啊，因为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仰慕你很久了，就是我挺喜欢你这个人的，就是不知道你，哎呀，看我怎么样啊？跟你去聊天，等下你男朋友会说你啊？哪里有男朋友？不是吧？单身的。你长得那么漂亮，还没男朋友啊？哎呀，都没人看上你。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？虽然我长得也不错，但是呢，怎么说呢？我遇到的都是渣男的多。这样子啊？是啊，如果像你这种就好了。那好吧，先去那边聊一下，别。啊、在哪？去哪里啊？去天宝。好好好。走吧。属于上钩了。哎呀，这个车把它当二手卖了，应该能也能值这几千块。发财了，发财了。哪里啊？这里啊，这里是荒山野岭啊。哎呀，这是荒山野岭才好吗？就刚好有个工具啊。对对对。来吧。来来来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呀呀！谢谢你啊，美女啊。哎呀，不用谢嘛，就是帮助他人，快乐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没想到啊，你人呢长得那么漂亮，而且又那么善良，就是。哎呀，说这有什么用？但是都没人喜欢我。哎呀，怎么可能啊？是不是啊？真的是啊！你刚刚说啊，怎么你又遇上渣男啦？就是，哎，之前交了几个男朋友，就是，哎呀，都是渣男。我跟你说，那些男的，很抠门的，这个铁公鸡一样，什么都舍不得给我买的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爱一个女人要为她付出，那种才是真爱吗？我想啊。他们都不是真爱，所以就跟他们分手。那证明那个渣男怎么有那个福气啊？真的是，哎呀，你长得那么漂亮啊，还是一对你花一点点钱都不舍得。真的是，你说那种男人能要吗？啊，那种可能是那个祖坟上的被人家爬过了。你说话挺幽默的。实话实说嘛啊，真的是像你这种那么漂亮的，要追你的人啊，要白都要白到法国那边去了。哪里？现在没人追人。刚刚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呀！啊、真的啊！哎呀，刚刚你答应过我了，是不是？你要说我女朋友，就过去送给你了啊！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28万8买的。28万8？是啊，才买了2个月。太贵重了，不能要。哎呀，拿走吧。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很贵重啊，是不是？这样啊？对呀、啊。那行了，我带一下。哎呀，你看我好久啊，真的是太配你这个气势了啊！十几年没戴个项链啦、啊，真的合适啊！合适，相当的合适啊！哎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看，
你也看得上我，我也看得上你，但是我们可以试着交往一段时间呢。那太好了啊，我家的祖坟可能是冒青烟了，没想到今天遇上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哎呀，我介绍一下啊，啊，我叫小红，小红我今年啊28岁。你没想到你连名字都那么好听啊！哎呀，一般般嘛。啊，我叫光头哈。我知道你叫东阳小光头。对对对对。你多大了？哎呀，我今年才35了。35啊？不是，你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生意的？哎，我做包工头的。哦，包工头的。是啊。哎呀，搞错了，我还以为做那个生意的呢。哎呀，以前也做过那个生意啊，以前也开过厂。哦，我之前就听人家说你挺能赚钱的嘛。呀，也赚不了多少，一年你就赚个500多万而已。500多万？是啊。哎呀，我想都不敢想啊，这辈子都没想过还能找到一个就一年赚500万的男朋友啊。过奖了，也不算很多啊。哎，还是这样好不好？你看我都做你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以后啊，你不是做包工头吗？工作繁忙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平常要结工资给人家呀什么的。我愿意做你那个贤内助啊，做你背后那个女人。那就太好了，那我的生意肯定红红火火了。那必须的呀，是那以后我带你出去啊，谈业务啊，肯定一谈一个准，一谈一个成。那就是了嘛，我跟你说。我是读过那个大专的，我是学那个会计的。以后呢，你的账目啊、财务啊，你都可以交给我管。那就太好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开那么多钱啊！刚刚谈完业务回来，就过去定金了。定金啊？是啊。我看你好像去缺点什么，还缺一对耳环。没有耳环。是啊。那个。不是。手链也没有。既然你也是我女朋友了啊，交过钱你就拿去啊。给我啊！给你保管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哎呀，买，是啊，这太多了，这也不算什么，是不是？做过几次刚刚那一点点定金啊，也才6万多块钱。亲爱的，你太好了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，找到这么好的男朋友。那你是我，是我修来的福气啊。既然这样，你看我们也挺聊得来了。又有缘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你都这么相信我了，把钱都给我，哎呀，要我买什么买什么。对呀，那就这样得了。明天我跟你去办结婚证。那太好了啊！等一下又去见父母。好啊。怎么样？好啊。愿意啊？肯定愿意啊！我那话不多说了。今晚我们就约会，晚上我请你喝奶茶，波波奶茶怎么样？哪里让你请啊？是我来请啊！你请啊！去喝咖啡，咖啡，喝波波奶茶是不是？是啊，波波奶茶也可以啊，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反正晚上我们就出去。现在呢，我带你去见我家父母，直接叫他给户口本，晚上我去你家住。好啊，好啊，现在去啊！哎呀，完了。突然间肚子疼啊！肚子疼啊！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啊！不是，是想拉肚子那一种啊，好像那个姨妈又来了。啊，这样子啊？是啊，亲爱的，能不能这样？我先去那边啊，我上个厕所，等一下出来我再跟你去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没事啊。等等，你这个你等着，不要乱跑啊！我怕你要回来找不到你就麻烦了。我怎么可能跑呢？不会啦。那你在这里一定要等我啊！啊，那你快点，我去了啊。那边很慌啊，小心有蛇啊！啊！哎呀，美女这么漂亮，哎呀，真的是我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啊！终于可以脱单了，哎，想想都美啊！哎呀，都2个小时过去了，怎么那么久啊？小美女啊，小红，好了没有啊？小红，小红，哎呀，怎么都不见人呢、啊？跑去哪里了？哎呀，真的是急死我了！是不是去车那里找等我了？好，你去车那里看一下。哎呀，小红美女，哎呀，我的车呢？怎么车也不见了？哎呀，上当了！没想到啊，这个女人那么狡猾了。肯定是用了美人计，还搞个调虎离山，真的是大意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要报警，把你们绳之以法。哎呀，真的是啊。喂，警察局吗？是啊，我快被人家骗了。
是啊，骗了我5-6万块钱，哪有一条金链子啊？金链子值20多万了。你们这里有监控啊？好、哦，有监控就太好了啊！你们一定要把他抓住，让他们绳之以法，不要让他们祸害更多的人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，那等一下我去到派出所，让你们详细啊。好，真的是啊，都说女人的水骗人的鬼啊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啊，越会骗人啊。看来啊，以后还是小心一点了，不能大意了。哎，我等你们那么久啊，我以为失手了。来了，大姐，好了，哎呀，那个男的被我3年连雨就搞定了，给了那么多钱呢、啊，那么多啊，还给了一条金项链呢、啊，这个手值20多万呢、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车，这个车当二手卖了，也能值个几千块。我们发达了，到时候把它换成钱来，我们再把它这个钱分了。是啊，你还说叫我去厂里找螺丝啊？找螺丝一个月才多少钱呢、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先这样啊，我们再干几单，我们就那个海底不别墅啊，就不远了。你说的太对了，哎呀，只要那个。男的，摊上美色，没有两个不上当的。是啊，说这个世界上色狼那么多，总有一两个会上当的嘛。是啊，话不多说，等下我们把这个去换钱啊。什么声音？啊？怎么那么像警车上啊？报警啊？啊？